自己本身在 and 什么呢 ？values 里面要放什么呢？就是放 a、b、c、d、e， 就是五个栏位的东西。但是因为它们是变数，所以必须怎么样切开？切开之后的话，前后怎么样？再加双引号，再加什么 and 这个位置我们前面有讲蛮多的。然后呢，分别就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放进来做 insert。最后的话呢？这边有个 isqsql， 就把这个里面的什么呢？最后组出来的这个字串呢，放在这边让它去执行。执行完毕之后呢，就会回到这边。那我多一个 matchbox， 新增资料成功就跳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是新增资料，然后呢，最后会跳出一个讯息方块，告诉我新资料已经新增成功。好，我们来最后试一下，比如说这边900万 1.4 好了哈。然后20年开始计算，那我如果把这一笔新增到资料库的话，按下去，它会出现新增资料成功，按确定。那再把它关掉之后的话，各位就可以再到范例里面去找一下房贷，看看有没有新增一笔资料，就是房贷里面呢，看看有没有打开来有没有900万，如果有的话，表示你这个部分的程式是 OK 成功的，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蛮容易出错的哈，所以呢，我也把刚刚除了画面之外哈，最后完成的这个语法，哈，也把它贴到这里了。你可以当然斟酌的做参考，哈，这边是 call 的程式，哈，然后这个是最后的连线程式。那特别注意就是说，我这边有个画面，强调什么？最上面一定要宣告一个 R。如果你没有宣告这个 R 的话呢，你传过来的东西都是空的，没有东西，因为它不知道你是第几列，这个叫全域变数。OK， 好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这部分的话呢比较难哦，所以下午的话，我想各位先做做看，然后下午我会再把重点再做一个提示，因为这部分很重要，就是你如果懂得可以把 Excel 的资料放到 SS 的话，那等于是说你跟 SS 资料之间就可以变成双向，上个礼拜是查是单向的过来，现在你又可以把它丢回去，甚至你可以很多资料你可以怎么样一次全部丢过去啊，其实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现有的批次解压，你现在是一次新增一笔，那如果我今天怎样，我这边已经有100笔资料了，那我是不是要按100次？那不是太浪费时间？那我可不可以一次100笔全部过去？那当然也可以啊，不过这个要怎么做？我想等于这个，我想下午我们再来做一个说明哈。OK， 那中午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下午的话，我们继续再来看哈。OK， 那原则上也是1点上课好了哈。